旅发局同中华文化交流协会合作，将会喺今个周末举行中华文化与北京奥运专题演讲同系列活动，希望加深本澳市民对人民奥运嘅了解。演讲将会邀请中国奥委会主席陶铭德以及三名奥运金牌得奖，包括射击冠军许海峰、举重冠军杨霞同跳水冠军孙淑伟，就新奥历史以及参赛经验等，同本地嘅青年运动员、北京奥运志愿者以及中学生进行互动。